好，不要着急，现在打。哇，啊，死你妈三！来气了，咱们发我来救人。但是的话，这个歌姬眼的 OB 是很难 OB 的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不修机啊？再买，他又回速回来，你没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，你看你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他会踩我蛋 ，OK， 给机会的，爆发一下。过来，来板子。好好好，这波的话可以啊，出击。不要担心啊，这个蛋还是可以的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这里在回速啊。我去，算是死了，没事，我也穷。好，不要担心。最后一个蛋要保住啊，拿着做的尊严了。别想投铁，咱们直接走啊，这点位他角落里啊。好，再拉走啊。不要跟佣兵待在一块啊，他杀我可以，但是不要跟佣兵待在一块，佣兵还要活着呢，不要让他一加二啊，记住啊。回速没有回速，转点再转走了。有二阶了，能这么快，我去，有东西啊大哥。咱们直接趁他不注意转点啊，发在我这儿，该修机啊，上电机，我死之前我要看到电机的量。听到没有，不要把的话当耳边耳旁风。这个蛋得注意交啊，咱们这个蛋一定得交，不能失误啊。我去，你不得了了，你发疯了，你往里走，别打架。哦吼，好家伙，好家伙，直接滑了，这个点位不要，没必要等他，因为他会有回速点的，所以的话这种情况下你就直接交好了。下板还想杀我，看得出来现在越来越生气，越来越着急，越来越完蛋了。这就是我们坑球手，坑球手还有时间可以等监管。好，先快翻啊，好骗他，看好蹲下来啪。我操，闪现好了的，下板骗他一下，我去啊，好好好好好，救得好救得好，我操，你直接这管他的，我去，要杀我，咱们要举个棒子，打个擦边球啊，打个擦边的死有没有？不舍得交闪呢，还是换过技能吗？现在换技能走一下，这个哎无伤救了，快快快穿心破译，快点呗，快点呗，我们要不那啥一下，刚四级我们地窖啊，我有点失去印象了，不好了，给信号让佣兵点呗，佣兵点啊，点呐，六十一啊，佣兵不点了，你点啊佣兵，完蛋了完蛋了，不点我们去点了。秒十三秒，谁让你看了仙子儿啊？怎么还有仙子儿啊？崔刀，赶紧过来！大门开了，我们那啥一下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，这个局有机会的。给我发需要帮助，给我鸟，给我鸟。好，不要着急，现在打。哇！死你妈，赛死跑了，最终还是把我蛋踩了。